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屋，这是面包超人。面包超人今天也来看我们的汪汪队立大功节目喽。我们这里有拆封的，也有没有拆封的汪汪队立大功玩具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拆封过的汪汪队立大功玩具，它们都是可以组合的玩具，很有趣哦。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。首先给大家介绍这只汪汪队立大功的成员，他的名字叫阿奇，他是德国牧羊犬。阿奇是超级特工，他呢开了一辆工程车，这是一辆吊车，有四个轮子，它的轮子很灵活，可以转动。而且的车身呢可以拆下来，和其他的狗狗车身可以互换组合，可以去吧。看看阿奇的车身拆下来咯，我们再给组装上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，这是天天，天天是成员中唯一的一只女狗狗。天天开了一架飞机，它的螺旋桨可以转动，天天的飞机也有四个轮子。天天的飞机也可以拆下来。天天是一只美国可卡犬，天天掌握各种航空技术。这是雪橇犬，雪橇犬的车车也有四个轮子。小小犬的车车也可以拆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小狗狗的车车互换组合，看看会怎么样呢？把小小犬的和阿奇互换，哦，很有趣，阿奇和雪橇犬组合在一起咯。看看阿奇拉着雪橇犬，再来组合他们的车车，看看这样呢，雪橇犬的车车和阿奇的车车就组合成了一辆车车。很有趣，这辆车车上面没有司机。我们也试试天天和雪橇犬组合。天天拉着雪橇犬一起玩哦。阿奇也可以和天天的飞机组装，大家的车车都可以互换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车车，看看阿奇的车车，车车不是惯性工程车，是
滑行汽车，很灵活。再来看看天天带着雪橇犬一起玩哦。再来看看最后一辆车车，没有司机的车车，他们都是滑行车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就介绍了汪汪队滴答功的三位成员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欢迎大家到频道中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